世界跨年妇女工商企管协会伫咧今仔日早时举办第三、第四届会长交接典礼。会长协会依照往例捐赠100,000元来给关怀社会救助专区。馆长林明进也亲自到场，感谢协会为着关怀弱势所做的贡献。一起好，我们现在看前面的镜头。在简单隆重的仪式当中，世界华人妇女工商协会完成了第三、第四届会长交接典礼，由着前会长张淑玉交接囡仔和新任的会长谢梦娟，表达出团结意义。以今年交接完毕以后，我带着会姐们，我们希望大家同心齐力，大步向前走，让我们的南投四华能够好，还要更好。也希望我们在2023年南投四华可以很成功，很卖力的向前走。我们非常感谢第三届的张淑玉会长这一年来对我们四华的努力贡献积极对协会的义务尽到最努力让这个协会能够运作的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好。世界华人妇女工商协会平常时除了研究国际经济，更是努力在发展社会公益。比凝聚会员的向心力为社会服务，对关怀弱势，会当讲是不遗余力。那在台湾，我们因为我们是做公益，然后会员的连结、商业联谊，然后做社会的一些政府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需要传达的的事项，是把姐妹们的力量结合起来，然后一起向前走。会长协会依照往年捐赠100,000元和关怀社会救助专户，馆长林明进也亲自到场致意，并感谢协会为关怀弱势所做的贡献。四华工商气管协会它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理想同时又非常有爱心每一次会长交接都捐款给我们南投县政府来做急难救助他们的爱心付出一定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南投分会创会虽然只有3年外，但是会员的凝聚力真高，活动力也真强，期待未来会当继续壮大，成为企业模范。记者李伟鼎长报道。